一小题，四球 S1 S2 S3。 来看第一小题， S1 的话等于1减掉1/4，黑色部分等于1/4。 S2 的话等于1减掉1/16，等于1/16/15。 S3 的话等于1减掉1/64，等于1/64/63。第二小题， S 的话等于1减掉公比1/4，首项1/3，所以得到1。